在之前的视频中，老树曾说过长尖刺的奇特石头，天生双瞳的怪异眼睛。今天就带你看看能发射激光的眼睛，以及比脸还大的巨型手掌。这些万里挑一的罕见人类，你见过吗？超级大手。2007年，印度贾坎德邦出生的卡里姆，8岁时，父母发现他双手异常。卡里姆单手重达2.5公斤，足有轮胎半径这么大，双手巨大，导致他的胸肌发达。因为手太大，卡里姆的生活无法自理，就连洗头、吃饭这样的小事都要靠父母帮忙。当地村庄地处偏僻，村民们暗地里称卡里姆是因为受到了诅咒才变成这副样子。2015年，卡里姆的故事被多家媒体报道，有专业医生主动为他提供了免费治疗。经过手术后，巨型双手确实小了一圈。据医生介绍，其实卡里姆患上的病叫巨指症，全球只有300人身患此病。关于巨指症的发病原因尚不清楚，只能依靠手术减小手部体积。如今的卡里姆已经16岁，经过多次医治，巨手没有继续变大，但此时他的双手也长至了8公斤，通过训练已经能够生活自理。说到手，有小部分人能使拇指骨骼脱位，完全伸展后可达13厘米。据说这个动作只有4%的人能做到，还有一些人能做这个动作。屏幕前的你可以吗？激光眼。工程师斯坦利因为意外失去了左眼，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只独一无二的假眼，这只眼能闪闪发亮，通过手势识别眼睛能变换颜色，非常的炫酷。现实中有些奇人能将眼球突出眼眶2厘米。据说古德曼自从遭遇车祸，他的眼球便自动进入了伸缩模式。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当你瞪眼抬眉时，单眼挑眉很少有人能做到。据统计，只有30%的人天生拥有这项超能力。不信你试试。下面这些人缺少的人体器官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天生没有下巴的人，从娘胎里便缺少锁骨的人，以及没有鼻子的人，身体零件缺少后，这些人该怎么生活呢？没有下巴的人，视频中男子由于没有下巴，他的脸看上去很小，天生的面部畸形导致阿克斯塔没有舌头，所以也不能说话。脖子上戴的管子是气管，能帮助他呼吸。阿克斯塔也是全球第一位静音说唱歌手。现实中他非常乐观，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身体缺陷。像这样没有下巴的人还有很多。照片中的男子名为约塞夫，尽管没有下巴，他仍然找到了真爱。约塞夫吃饭每天只能食用流食，其他的和正常人没有不同。没有锁骨的人，来自美国的小伙班尼特患有颅骨发育不良，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。由于没有锁骨，患者的肩膀能过度移动，做出一些常人无法模仿的动作，比如用肩膀压扁易拉罐。依靠这项绝技，班尼特收获不少粉丝，受到无数观众的喜爱。没有鼻子的人，因为缺少鼻子，这个男孩自从出生便被家人狠心遗弃，在孤儿院生活了5年，被外国友人收养。在新的家庭中，家人对他十分呵护。这种疾病又称为先天性鼻畸形，患者没有鼻腔或鼻窦腔，全球患病的人不到50例。医生介绍到，鼻子的重建非常困难，需要嵌入假体进行骨骼塑造。在未来，男儿便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鼻子，不必遭受他人的非议。别眨眼，继续往下看，更特殊的还在后面。这些罕见的身体特征，说不定你也有。舌头，大约有65%的人能把舌头两侧向上卷起，形成 U 型，只有不到10%的人能用舌头舔到鼻子。这个动作只和舌头的长短有关。全球最长的舌头为27厘米，不到1%的人可以做到莲花舌，也就是把舌头卷成三瓣。能做到莲花舌，有部分是基因决定的，不过通过后天的练习也能做到。说到这，可能有些人已经尝试卷起了自己的舌头。耳朵，多数哺乳类动物能灵活转动耳廓，方便收集聚拢声音，以此帮助动物在野外躲避天敌。而人类在不断的进化中，渐渐地丢失了这项技能。如果你能随意地摆动耳朵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超越了80%的地球人。如果在耳朵顶部与耳道连接处有个小洞，那你便是10%的少数人。这种孔洞常见于幼儿，还有的人会在耳旁整个小肿块，你有吗？镜面人。在电影中，你是否看过《致命女人》？
这样一幕，主角心脏中弹，结果没死，检查后才发现他是镜面人。这种特殊的人五脏六腑完全相反，属于万分之一的罕见情况。在陕西宝鸡，张女士就医检查时，医生惊讶地发现她的肝脏、胆囊等内脏器官完全和正常人相反，是罕见的镜面人。镜面人虽然五脏六腑反着长，但生理功能和正常人一样，就是看病时需要提前告知医生，以免发生误诊。我是老树，我们下期见。